你这个是不是它是不是有个变速的，这个可以快可以慢的是吧？有啊，这有快档。像那个的话就直接慢档是吧？那个也有快档慢档，它那个毕竟快慢可以调的，可以调参数，它那个调的慢一点。啊，但这个只跟遥控上面可以选择是吧？对啊。啊，难怪我是这个快很多的。